今届2024年澳洲墨尔本杯已经尘埃落定，由明爵特选爆过百倍的大冷野马，骑师是名不见经传的杜伦。粗眉大眼的他看落都几靓仔，兼有啲星味。有网民话他有几成似 MC 张天赋添。带身份才献吻。原来他两个真系有啲拉楞噶。事关杜伦啊，原本都是靠把口揾食。歌手出身的他现年28岁，早排更加升呢初为人父，咁后生已经做老豆，家阵仲赢埋墨尔本杯呢场经典国际一级赛，双喜临门真系恭喜晒佢啦！其实歌手变骑师再赢埋墨尔本杯啊，绝对系地球上嘅一个传奇。至少喺香港，肯定唔会有歌手转型做骑师而赢出国际一级赛。现年24岁的本地骑师 Jerry 周俊乐，识作曲又识唱歌，都可以算得是歌手。不过他就只是换票性质，只是属于闲时的消遣，骑马先是他真正的职业。加上马会亦都不容许获发牌的骑师兼职做其他嘢啊，所以周俊乐和杜伦完全是两回事。更何况他未赢过一级赛呢？不过他两个都有个共通点嘅，就是很喜欢唱歌咯。